这茶里不会有毒吧？少庄主，你答应不杀我的，你要说话算话。我自然不会食言，这就是一杯普通的茶。少庄主，你是如此的英俊潇洒，有着大叔那般成熟稳重的气质，又有着小年轻的肤白貌美，自带美颜加成，无数个加成，气场2.8米，就连你护卫那气场也得有个2米出头。你不但外貌出众，你还聪明绝顶，你应该早就看出来我不是什么刺客了吧？这茶我就不喝了啊。少庄主，药效已起。说，你究竟是什么人？我叫李初月，是个精致的猪猪女孩，吃土少女。少庄主，这女子这般辱骂自己，莫不是痴傻？你可会功夫？会，当然会。我会一种叫狐妹子的功夫。我李初月虽然算不上漂亮，但还是相当有气质的。看，我这修长的大长腿，我这完美的天鹅颈。你是不是周围的人？你来此究竟有何目的？我再说一次，我来自另一个世界，我根本不是什么刺客，我也不认识周围，我睡得好好的，突然就掉到这儿来了。但我确实是有自己的目的，第一个目的，成为一个服装设计师。第二个目的，有点邪恶。我还想追到一个男人。少庄主，可是不舒服？您为何脸色这般的红啊？没有，您从未这样过。您定是哪里不舒服？属下这便去叫郎中。说了没有？不用去。他应该不是周围的人，但他的身份还是可疑的。在没有调查清楚之前，把他关在厢房里，哪儿都不能去。是，照顾好自己啊，少庄主。来人，请。